关系一个词儿形容，亲密无间。看这上漂亮，年轻了，嗯，地老了，他依然保持了一种很好的一种科学的发声。此时此刻，三组神秘嘉宾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大来宾能否一猜即中，顺利过关呢？这个，请问你想先见三个房间中哪一个房间的朋友？哎呀，那就一二三吧。好，一号，一号嘉宾，您是男生还是女生？男士，哎，你看，男士，是演员吗？是演员。第三个问题，咱们两个合作过吗？合作过呀。你是唱歌的吗？第四，你是唱歌的吗？不是。不是。我可以不问了吗？可以。那合作过，不是唱歌的。金山，刘金山，您确认吗？我确认。那么到底一号房间中是不是演员刘金山呢？五、四、三、二、一，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你看谁来了？答对，金山！哎呀，金山，好神秘呀！这也太熟了。哎呀，姐姐，哎呀，演员刘金山在年轻时期便与大来宾许弟相识，一直情同姐弟，感情颇深。此次他惊喜前来，将爆料哪些我们从未听说的故事呢？我欣赏您的前门相思大碗茶。我给你发一个，一会儿字正腔圆。哎呀，是我跟你说，这前门相思大碗茶呀，是他们中央台找我的时候哈，他们跟我说让我唱这个，我说李谷一老师唱的那么熟了，我唱他不一样。我说这玩意儿有点让我特忐忑，不一样。后来呢，我说我要唱，我就得跟人家不一样，才能够往那边去，你才能离人那远点儿。我一听，我再仔细一想，是秦叔的东西啊，我就给少曾打了个电话，我说哥哥，这是不是秦叔？他说是。啊，高高的前门，爱着我的家，噔噔噔噔啦噔噔，这都是秦叔啊。但是你要是不知道，你就不会。这个小手，就这歌唱演员找不着，很多歌唱演员唱不了。哎，他有手啊，他有手。哎，我弟弟吧，就冲着捧我来的，你知道吗？咱们呢，还是要拿个椅子吧，坐会儿吧。所以我想知道，就其实许弟老师相当于是75年进的戏校是吗？是。您当时学的是曲剧是吧？北京曲剧。北京曲剧。当时您进这个戏校的时候，是因为您唱得好吗？不是，是因为当时到那个我们学校去目测，我当时上高中嘛，高中一年级，目测完了之后就让我，说你会什么呀？我说我就会朗诵课文。嗯。后来老师说你还会别的吗？会。哦嘛，课文。嗯，又来了，又来一段课文。海螺渡。嗯，清晨我挎上文件包，急匆匆地赶向海螺渡。就这个，我就参加初试了。哦，那他也不问你会唱歌吗？不会啊，就来了，你知道吗？就这样说，那你会跳舞吗？不会，广播体操。嗯，那时候好像就这样哈。对，广播体操。那老师怎么会选您呢？长得好看，估计是。也不好看，大棉裤。我们老师就说：“哎呀，许弟啊，你这个大棉裤都可以立着，就是那左耳裤子，我都是那样的女孩子，就特别可乐。进去老师可能就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喜欢朗诵，可能就因为台词清楚。嗯，我要知道那个时候考话剧呀，对，对，也错不了。但是我要跟您说呀，您要是演了话剧呢，您肯定也是一个好演员。但是您要有戏曲的这一番儿，这一圈儿。”您翻回来再演话剧和电影，那说实在的，厉害了，道行不一样，厉害了，受益匪浅。不是，我们那些老师特别好，所以我确实是感谢我们那些老师。嗯，因为一个是我们当时训练，除了戏曲以外，舞蹈，舞蹈的老师也有，同时台词，齐世龙和周宝珍是我们的台表老师。您瞧瞧，人家学戏曲吧，是电影老师。教表演的老师给辅导的台词，也有戏曲老师，哦，就特别全面。我们班特别全面。您学了多少年呀？在那儿3年，中专嘛，才3年啊？3年呐！但是我们多用功啊，早上起真6点就起，跑完了就
咦，反正那声音啊，就反正天天就这样。后来就是我们还有声乐教员，康青霞老师教我，那时候他教完我，我们每个人就半个小时，老师回家了你就坐那钢琴那儿，就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捅。哦，不会弹。不会弹啊，没见过钢琴啊，十几岁七五年啊，哪见过钢琴呢、啊、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哦，老师怎么叫哦，反正就练，就一直练，直到最后自己能够一点点练，就弹着练习条。这真的是要感谢那个时代，戏曲要和这个舞蹈体操去结合、嗯、对，所谓体操就是这个，你看这个体操可以翻两圈，嗯，咱们戏曲翻一圈还费劲，对，训练不科学。这个舞蹈是把腿放长了，对，为什么我个长大了呢？嗯，按照戏曲的练法呢容易收，哎，就容易长不高、嗯、勾腿。所以那个时候戏舞体就把我们这一群戏曲演员的整体的素质就啪就放成了，就长高了，对吧？然后戏曲演员还在琴房还训练唱歌，那个时候就偷偷的摁了琴啊。为什么现在会弹钢琴呢？他、哦、有那么一个东西。哦，对对 对, 对, 对，又来了，哎，最后还得又归这儿了。你知道人金山吗？啊，金山是世家。我当时我这案头，我这小番，我这抢背，我凭这个进的话剧团，就成宝贝了。话剧团没这个、哦。您还会抢背呢？哎呦喂、哎，小番都哎呦哎呦，还能弟弟把腿盘起来，还能抬上铁门槛儿。哎呦